先请子宁站在背景板拍照和签名。在告别了女团之后，子宁开始了性侵歌手之路。今年发布的首张个人专辑《More》取得了相当亮眼的成绩。她在专辑里充分体现了自己的原创才能，嗓音甜美又深情的她也演唱了诸多热播影视剧的 OST。 作为新晋演员，今年也会有更多影视作品和大家见面，让我们期待子宁塑造的新角色。不下了，拿回来扔，最后也没有喊后，都拿手里。哎，等一下，第一个张子宁后面是 C 王啊、哦。对对对。大家好 ，Hello。OK 吗 ？OK 吗？嗯，好，今天非常谢谢子宁来这边啊，今天也是他的一个特别有趣的跨界，今天也应该也是第一次主持活动吧，对吧？对对对，主持对我来说今天完全是首秀，所以其实现在还是蛮紧张的，希望今天可以完成这个任务。对，当然我也有点紧张了，但是我们现在的红毯已经开始了。我让我们欢迎第一位嘉宾，向我们迎面走来的是 Siva。